没办法培养为接班人，把没用的东西就该丢掉，拿着坏的东西那早晚要重置，无论是哪。你看过日落时分的大海吗？仿佛勇敢药水全部倒进了大海。要是那老头子也能在袋子里欣赏到那般美景就好。使用制造设施的事，我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，既然凡人的老头子消失了，我就忍忍吧。